请听一段圣经上的话，那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至于那些不值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果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既然知道要锻炼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更加要锻炼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灵性锻炼好了，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应付一切，而有一天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主也会称赞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心里面却是热烈光。
心的锻炼。在保罗的时代，教会里面许多的教友把他们的时光是浪费掉的，他们老是在旧约中间，也就是他们的圣经，某一些故事，某一些传说，是从这些故事、这些传说中间延伸出来的一些教训。保罗所说的，有一些是荒唐的，有一些是传说的，不断的在这里面讨论又讨论。保罗认为这些是浪费他们的光阴。读圣经就读圣经嘛，从圣经里头得到的启示来滋养我们已经够了。而是他们呢，就浪费了很多的时光在这些荒唐的传说中间。至于我们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浪费着我们很多的时光呢？我希望每一个教友自己检讨。也许我们跟提摩太的教会所讨论的事情不同，可是我们同样讨论了一些属于荒唐、属于传说的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保罗告诉当年提摩太的教会说，他说锻炼身体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谁都知道，谁都知道锻炼身体对我们是有益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把这种锻炼身体的这些精神来锻炼我们的灵性呢？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年轻人对于他的身体啊，没有好好的保养，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感觉到来不及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清早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公园里或在路旁啊，有很多年纪比较长的人在锻炼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感觉到时间不久了，现在我年纪已经老了，假如我再不锻炼我的身体，我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呢，说不定基督徒刚好是相反，越是刚做基督徒的会更热心的来锻炼他们的灵性，而当基督徒做了久了以后反而忘记了。我常常听见老的基督徒说，哎，我是老油条了，我真不喜欢听这样的一句话。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中间，我不希望有老油条，我希望新进的分子是非常高兴，我接受了这个信仰，我要好好的来锻炼我自己的灵性。真好像我们要操练我们身体一样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性。而年纪越来越大的，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年份久的基督徒，曾经信主信了很久的，我们应该作为许多新进分子的榜样，要让新的基督徒来看呢，到底我们老的基督徒在主里面久的这些基督徒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只有在这种过程中间才能够真正带领我们年轻的一代。保罗说的一点都不错，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在那些荒唐传说中间，我们要锻炼我们的灵性。现在我们要问呢，怎么样来锻炼我们的灵性？怎么样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健康呢？首先，正好像锻炼我们身体要吃有营养的食物一样，要有均衡的食物。
来吃进去的时候，自然而然身体会好。我们灵性的粮食是什么呢？灵性的粮食是我们的圣经，最基本的就是圣经的阅读。当然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不顶懂得圣经里面的意义，有一些参考书，有一些灵修书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可是这些经不过是帮助而已，没有一样东西比阅读圣经的本身再重要了。正好像我们的饮食是要每天吃的，所以我们的读经啊也要每天读的，不能够说我要读的时候就读很多很多章，然后过几天就不读了。我们吃饭也不能够把三天要吃的饭在一天吃了。同样的，假如我们一天吃三餐的话，我们也不能够三餐的饭呢一顿就吃掉。我们要最好的就是有一定的时候来阅读圣经，这个阅读圣经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有的人对圣经某一些方面有偏爱，圣经都是有益的，让我们在整个的旧约圣经中间呢有个平衡的阅读。换句话说，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要读，不要只喜欢读某一方面，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均衡的来读应该是更加的好。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恐怕还记得当年先总统蒋公逝世的时候，好像报上登载说他的遗嘱找不到了。我们以前都知道他遗嘱已经写好了，还有五院的院长包括蒋夫人都在上面签字的，可是这趟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后据说是加在圣经里面，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一直到最后生病的时候还是每天读圣经，把那么重要那个遗嘱啊就加在圣经里面。可见的他最后生病的时候其他的书恐怕都不读了，可是还是有机会再读圣经。这么一个年长的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平时感觉到也许他不一定对圣经那么熟，那么读圣经的，可是他对于读圣经来操练是看得多么的重要。除了读经以外，祷告是不能没有的。祷告好像呼吸，当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要有更好的更新鲜的空气，到一个很好的环境中间去呼吸。我们来问，哪一个环境是最好的环境？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要说有一些地方是有新鲜的空气，有一些地方是浑浊的空气。可是在我们整个的灵性的锻炼中间，不是要去找一个新鲜空气的地方，有圣灵的地方，这都是最好的地方。什么地方有圣灵？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圣灵。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而我们不必要选的特别一个地方说只有在那个地方来祷告，那个地方在灵修才是好的。果然有的时候这个物质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修不是要靠着物质的地方，不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我就能够灵修了，在风景不好的地方就不能够灵修。灵修不在乎外面的环境，灵修是在完全在乎
我自己的心到底怎么样。保罗说得很好啊，他说锻炼身体已经是对我们身体有益了，可是锻炼我们的灵性更加重要。我们吃了很多有营养的，那就是读经，我们有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然后不要忘记我们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我们整个的运动嘛。吃了多少，有很好的呼吸，很好一切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切东西所吸收进来的要用出来。我们不能够老是吸收老是吸收而不使用出去。我们整个的气力，我们整个的运动，就是要一方面我们是静啊，一方面我们要有运动啊，要出去。一个基督徒啊，就好像一个管道一样，基督徒就好像河床一样，上游来的水流到我这个过程中间，我把这个水再送到下游去。而基督徒的运动就是这样，无论做什么动作，而这个动作中间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运动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敬拜主，包括到礼拜堂去，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唱赞美诗，来读经，来祷告，来听到，来奉献，整个的参加我们教会的工作。可是我们到礼拜堂去敬拜，只是每一个星期中间只有很短的时候。就算我们去参加祷告会吧，可是这个一天也不过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候。可是做基督徒啊，却是要一天24小时。尽管我们是睡觉了，可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基督徒最美的就是在基督里这4个字，让我们就在包围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有基督的爱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里里外外都是基督的爱，而让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荣耀主。那也就是我们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行动就能够做出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普通的运动，也许有一个人在每天早晨抽一点时间出来运动，或者有一天有一些人是在晚上的时候抽一点时间来运动，可是基督徒的运动却是从早到晚，没有放假的日子，没有个时候说我要喊停，就一直不断的动，一直不断的动。灵性的操练就是操练到一个程度，我整个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我所有一切的运动都是为主而活，然后我这个人所做一切的工作才是好的。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等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常常想，我跟保罗有什么分别，或者你跟保罗有什么分别？他是不是得天独厚？当然是。可是拿灵性操练来讲，就是因为他能够把整个的一切都献给主，让我们在读经里能够得到很多的营养，然后祷告中间，这就是我们的呼吸，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不断的行动，基督徒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运动，
这样我们就有个好的灵性的操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听一段圣经上的话，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有一位你的使徒保罗是那么样的效法你，所以他有资格说你们来效法我。我知道我不敢叫别人来效法我，因为我是那么样的不配，可是但愿我能够时常效法基督，一直有一天也能够告诉别人说你来效法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人做得到吗？人能够做得到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吗？中国的古人说过，天下没有完人，真的，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可是圣经怎么要我们完全？不但是完全呢，而且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多么的困难。可是这个完全的字应该解释成熟，可是就算是成熟的话也是很困难呢、我们怎么能够成熟到一个程度像天父一样成熟呢？我以什么来跟天父比呢？说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太困难了，我们人怎么做都做不到，因为我们终究是人。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耶稣的教训是直接的、肯定的，一定要我们去做，一定要我们做到一个成熟的程度啊，像天父的成熟一样。至少在那一方面的完全要跟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要爱，要无条件的爱，要我们爱可爱的人，要我们也爱不可爱的人。可爱的人我们会爱啊，没有问题啊，天父不要命令我们的，我们都会爱，爱可爱的人。可是不可爱的人呢？
特别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爱仇敌，多么的困难。可爱的人我们自然而然会去爱，不可爱的人我们就很难去爱。仇敌是我们恨的人，怎么去爱一个我们恨的人呢？可是耶稣却命令我们要爱仇敌，而且要为仇敌祷告。太难了。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说，他说太阳照在义人的田地里面，也照在恶人的田地里面。当太阳照出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农家的，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多么的重要。可是这个一片大地，有的是属于义人的，有的是属于恶人的。耶稣特别在这个地方说，难道太阳照出来的时候，会好人的田地里头就有阳光，而恶人的田地里头就没有阳光吗？天父就是那么样的完全，那么样的成熟。农夫是需要阳光，他的农作物才能够长起来，而阳光是普照大地。好人跟坏人，义人跟恶人都是一样的有。耶稣又说了，他说他的雨水落在好人的田地里呀，那个雨水也落在坏人的田地里。不会因为他是好人，所以有更多的雨水让他的农作物能够长起来；不因为他是坏人，所以就没有雨水，所以他的农作物就枯干了。这里所说的成熟，就是这么样的成熟。那就是所说的不爱呀，爱到一个程度，像太阳，像雨水一样，无论是好人、坏人、义人、恶人，都有太阳，都有雨水，就是要不爱到这种程度。让我再来说这个爱字。当我们一听见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希望像父母亲爱子女那样的爱，要像情人呢爱他的爱人那么样的爱。当我们说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爱他，可以去拥抱他，可以去吻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好困难哦。假如他是个仇敌，我是不是要去拥抱他呢？我是不是要去亲吻他呢？这里所说的爱，不是我们所说的平辈的爱，或者是人与人的爱。人与人的爱才有拥抱啊、亲吻啊什么等等。他这里所说的爱是从上到下的爱，是上帝爱我们世人这样的爱，是那个不爱像太阳像雨水那么样的好人坏人义人恶人的田地里头都有这样的爱。我再说，我们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让我能够成长，让我能够成熟，成长成熟到一个程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才办得到。因为已经不是我了嘛，那我来讲，我不可能去爱一个仇敌。可是拿基督来讲，基督是可能爱一个仇敌的。耶稣要我们去爱仇敌，耶稣就是要我们没有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既然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不再是我，
我会有仇敌，我恨这个仇敌，我不喜欢他。可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爱世人来的，有上帝一般的爱来爱世人的时候，他就没有所谓爱与恨的，他都是完全一样的，是那种不爱人人都爱的。我们以往啊，不能够做到去爱仇敌，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爱是从上帝到底下的爱，从上到下面来的爱，是上帝一般的博爱，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一个秘诀，就是把我自己完全抛弃掉，舍掉，舍己以后让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而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能够爱仇敌了。而且在紧跟着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要为仇敌祷告，为仇敌祷告。试想啊，我们普通一个人呢，想到一个仇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曾经有过没有，当你听到某一个人，你的朋友生癌症了，你第一个想到说，哎呀，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生癌症呢？假如你刚好有个仇敌啊，你也许会想到说，你看那么好的人会生癌症，为什么那个最讨厌的人呢，他为什么不生癌症呢？当你听到一个车祸的时候，假如这个车祸刚好是你的朋友，你一定非常惋惜，你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去车祸呢？说不定你在那个时候忽然就想到那个好讨厌的人，那个人怎么不给汽车砸死呢？我们人会恨我们的仇敌，恨到一个程度啊，说为什么他不生癌症，为什么他没有车祸？可是你试试看为他祷告，你为你的仇敌祷告的时候，你敢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个人好坏，要让他生癌症吧，敢不敢？主啊，那个人好坏哦，让他有车祸，你敢不敢？我相信你一定不敢。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每天为着你的仇敌祷告。我相信你祷告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些语气，另外一些句子。也许开始的时候说，主啊，求你饶恕他，因为他对不起我。说不定祷告了一段的时候，你会改变你的句子哦，说，主啊，求你饶恕我，因为我恨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字眼，开始的时候求主饶恕他，因为他恨我，而不断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说，主啊，求你饶恕我，因为我恨他。当你不断为这个仇敌祷告的时候，你就马上会感觉到你不同了。当你能够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饶恕我，因为我恨他的时候，说不定你过些时候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爱他。这些希望不是字句上的话说给上帝听的，这些字句既然是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真的改变。你不断祷告的时候，你会改变，到有一天你看到他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讨厌了。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同样感觉到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想到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着他钉死的，你人格都会不同了。我告诉你，我们要的和好啊，就是基本的和好，不是勉强的说我饶恕你了，不是勉强的说对不起啊，我们做好朋友了，而是基本上想到这个人也是基督所爱的人，这个人基本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他而死的。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整个一切的问题都不同了。在主的眼光里头，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看人的时候说，这个人是有钱，这个人是高贵，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主不这么看，主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爱的灵魂。从主的眼光里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比全世界还要来的宝贝。主所看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在里面。也许到现在为止他不怎么样，也许到现在为止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贡献，可是他还没有死啊，他还活在世界上啊。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最后能够改变的，改变成功主所喜悦的人。主看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为什么我不能够看每一个人可爱呢？为什么我不能够看一个人看到他可爱的地方，而偏偏我要看到他那些不可爱的地方呢？每个人都有一些可爱的地方，当我们常常去看可爱的地方，我就不会讨厌这个人了。从耶稣的眼光里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要万人得救，万人得救不是一万个人啊，万人得救，这个万人是所有的人。既然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耶稣爱所有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就不应该有我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从今以后要有基督的看法。我的爱太有限了，我只能够爱一小部分人，我所爱的人，我的家人，或者说是我的同胞，可是绝对不可能把这个爱爱到普遍的到全世界上的人。可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世人，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成熟，让我们成熟像天父成熟一样，就是要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要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像天父那样去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太阳照义人也照恶人，雨水也下到好人的田地里，也下到坏人的田地里。这样爱的时候，那就是像天父一样的爱，就是成熟一样的爱。主耶稣说，你要完全，真像天父完全一样。
我为诸位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